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大象它经常出入的地方。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我们大熊猫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野生猪环它的活动范围也是在向周边的自然扩散。藏羚羊种群数量是明显的增加，这也是我们保护的成果。